姐妹淘的网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陶总编。其实很开心的是要告诉大家呢，我们除了有网站之外，我现在要推出第一本杂志了。我看到了是一个跟网站很不一样的氛围，它是很有很有自己的质感，然后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些打样，我整个人就安静下来，然后就会想细细的读那些文字。那其实宠爱自己这四个字，或者是爱自己这三个字，我想这十年来很多名人都会去讲，很多女人也会自己勉励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爱自己哦。那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呢？我觉得是在一个身心非常舒服平衡的状态。那当然有些人是疯狂的血拼，包括我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最爱自己的时候是我可以好好的去读一本书，看一本杂志，看一些小说，或者是养生书、教养书，或者是听到一张很棒的专辑，对我来说也是很宠爱自己的做法。